两岸出版界年度盛事第二十届两岸书展暨版权交易与研讨会10月15日至17日在台北圆山争艳馆隆重登场。本届书展由中华民国图书出版事业协会主办，类别涵盖文史、科技、美术等广泛范畴，展出两岸近三年来的最新出版品，会场专门的版权洽谈区，促进两岸出版商进行版权交易。今年的书展吸引了大陆的厦门外图集团，率领超过200家出版商及图书馆采购单位参与，共有191位业者取得入台证，台湾方面报名相当踊跃，共有65个展位，达成100%参展率。书展期间还举办新书发表会及图书出版研讨会，并在台中、高雄设有分会场，进行简繁体图书发行与版权贸易的合作讨论。